家下午好，我是 Levine 萧依婷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下，就是女人呢要有独立的思想。那独立的思想呢，就是说要对每一件事情要有自己的看法，不是人云亦云，人家说什么你就觉得是什么。OK， 那要有独立的思想呢，首先就要投资自己的脑袋，要投资自己的思维，要让自己的头脑不要空空，因为如果头脑空空，口袋就会空空。OK， 那我觉得现在的女性真的非常不简单，除了要照顾家人、照顾孩子、照顾丈夫或者是家人之外呢，我们还要去赚钱，还要哄老公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所以呢，身为一个女性，一定要思想独立，然后呢，我们思想独立了之后，才可以做出对的决定。因为这个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决定，都是需要用独立的思维去做决定的。OK。